2018世界杯赛场决出八强，小谷邀你干一杯。这个夏天和温度同时飙升的还有世界杯的热度，球迷的热情。绿茵赛场驰骋的不仅是足球悍将们，更是所有足球球迷的梦想和信念。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，这种体育精神的魅力不仅在输赢，更在于追求更好的过程，追求胜利的过程，其中有激动，有热血，有热泪，有开心，有惆怅，有唏嘘，令人着迷。群雄争霸，经过激烈角逐，目前2018俄罗斯世界杯已决出八强，分别是乌拉圭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克罗地亚、巴西、比利时、瑞典、英格兰。小谷一路看球，感慨良多，几次落泪。哎，不是眼泪不值钱，而是世界杯太感人，不得不干了一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。为世界杯加油，看球，喝酒，小谷感动于世界杯的精神，感动体育精神。今天晚上八强赛拉开帷幕，比赛更加白热化，八强来袭，霸道到底，古巴和你同行，碰杯古井贡，决战世界杯。